你问的这个问题，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。我就问问义父，我就问他，到底是不是我父亲杀了你母亲？我一定会给你个答案的。福生。 义父，还说什么呀？根本就不是对手。意志力不如对方，武器级别就更别说了。不可能。不是义父，你不是从小就告诉我，说我父亲是因为江湖寻仇，所以他才被杀的吗？那天，我开飞机想去对面看看，十一架苏俄的战机升空。 迎头就朝我开火，我朝低空飞行，贴着树梢才摆脱。11:1啊，双方基本就是这个实力对比。可在满洲里呢，鹰飞了，只剩下雄了。你说怎么打，还怎么打？啊 爸爸对我笑，我是爸爸宝。我现在布置下任务，营长，你在石子岸沿岸设防，静候伏击时机。韩青川、林彪、陈毅，你们在石子洞和龙虎坑一带伏击敌人。我们的弹药不足，所以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开枪。是。发报手法。 抢滩受到激烈抵抗，损失严重。这里交给你了，去吧。由于一面的全大军，绝不会让我们轻易离开。因此，我决定留下200人断后，拼死挡住全大军，让更多的人活着出去。留下的人，活着出去的希望很小。因此，父子同军的儿子，部队离开，让更多的人活着出去。 军营上是53，3营营长在西川，我先留下。哎呀！我太没用了。当勇士，不要当烈士，活着回来。是。我要去救他。子墨，你干什么你？ 是来抓人的吗？你往常的冷箭都为了狗了。你要真把我当汉奸了，鬼子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你现在去就等于去送死。亮堂，我告诉你，我就在市区送死。我今天也必须要去救他。你给我让开！子墨，让开！子墨，发报手法就像发报员的指纹。 没有两个会完全相同，所以模仿别人的发报手法是有效的隐蔽手段。不行，哎，我跟他上。杀！当勇士，不要当烈士。 当勇士，不要当烈士！不要！不行，我今天不会让你死在这儿的！你。
军校的，全部厚葬。我想回家。我说，我想回家。那麻烦您帮我再去查一下，万一有遗漏呢？这不可能，只要是登记在册的我们都能找到，要么是在登记的时候被遗漏了，要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